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圣人圣器？启禀少城主，牧王城的姑娘们知道您今晚离城，所以他们放飞圣灯，期许少城主早日凯旋。你又不是姑娘，怎么也拿着圣灯？哦，这盏圣灯是樱雪公主送的，牧王吩咐小人务必请少城主亲自放灯。你替我把它放了吧。是。这樱雪公主可是当今圣上的掌上明珠啊。父王，儿臣慕容烨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传令谷子木总牧师楚夫人按计而行，违令者死。麒麟锁再夺破木令，公墓不到，破降攻城。的奇才高人，可本座看来不过如此。毒刺软甲，楚夫人，你最好先运功疗毒，否则性命难保。我既然赶来，就有万全之策，生死自有天定。成败必有因果。
满风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我没事。你看见水里是什么怪物了吗？我看它的形状好像是条巨蟒。可我们在猎木里也走了几百遍，长老们从来没有说过有巨蟒。的确跟师傅们说的不太一样，不过既来之则杀之。两位少侠，墓中之人非生即死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多谢楚夫人的美意，公墓之人无惧生死。不就是条小蛇吗？等本少爷杀了他，煮蛇肉当夜宵。哼，嘴硬，那本座就等着给你们收尸了。谷子墓守墓总使楚云溪参见少城主。起来吧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请少城主放心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公墓派的两个傻小子相信已经跳进了太极坛陷阱里了。好，办得好，先把他们困在里面等候消息。属下想不通，为什么不让我直接杀了他们？须先确保能有麒麟臂去开锁，所以先留着他们的小命。难道这两人中有人练成了麒麟臂？据我所知，洛石秋已练有八层麒麟臂，他只要得到毒化血，就可以重开谷子墓门了。那更应该尽早动手，免除后患。洛石秋的死期我自有安排。你杀了我吧，结束这一切。哼，想死的人都是因为活着太痛苦。你错了，痛苦只是表象，绝望才是内因。有道理，一个绝望的人可以用死来解脱，但是你死了之后却会有更多的人因你而死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死了，你就不再有任何价值，那么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都没必要活着。斩草须除根是我的原则。你，所以你最好有价值的活着。三天之后血月之夜，则是我会安排你毁掉公墓派的麒麟臂，然后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娘以及无情谷的所有人，他们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，信不信由你。血月之夜一战，再无公墓人。属下明白。破墓令不但是墓派攻守两方的信物，也是开启昆仑山宝藏的唯一钥匙。朝廷催得紧，父王也着急，穆王城有令，今夜必须打开麒麟锁，拿到破墓令。谷子墓上下定当全力以赴，以死效命。哼，若不是十年前你守墓不力，让公墓派抢先一步，我们又何必白等这十年？属下知罪。算了，现在回想起当年穆鬼子砍断独孤剑的麒麟臂，打开谷子墓门，并且盗取了破墓令，事事抢先我们一步，还好最后我及时赶到，
或是穆鬼子抱着麒麟臂反锁了木门，这一切怕是他们早就有所预谋。十年之后，血月之夜，重开麒麟锁，再夺破木令。我已经等不及那一刻了。穆王城肯定是把墓道给改了，和墓图根本不一样了。都过了十年了，墓图已经不可信了。如你所说，杀蛇食肉。不错呀，真的是一条好小好小的蛇。喂，你干嘛？你不会针对这蛇肉有什么想法吧？反正暂时找不到出路，不如先记下五脏庙好了。穆王城肯定是把这里跟湖底打通了，但庙道肯定还是在的。齐二爷，谷子墓道的消息可靠吗？墓派的人谁不知道？秦大爷的消息上通官府，下通市井，从没错过。说的也是，这回发财了。我大哥说，这消息是从穆王城里传出来的，绝对可靠。听说谷子墓里金银珠宝无数。这还不算啥，重点是里面有破木令。齐二爷，传说谷子墓的破木令能开昆仑山的宝藏，是真的吗？
这小子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走。准备了十年的好戏终于开场了。